所以就揀咗C 咯，因為FHA 好似唔可以喺任何啲 business， 淨係可以 residential 嘛，所以 business 唔啱啊 ，farm 唔啱啊 ，farm equipment 都唔啱，咪即係唔係點講？唔係我唔係 FHA 係 VA 係唔可以依啲咯，淨係可以。都是給軍人的嘛，是啊，即是給軍人自住的，是啊，他不可以做這些事的嘛，做這些有商業性質的事嘛，是啊，即是 VA 是不是用來做投資買賣，因為 VA 本身他是幫那個軍人找了一間屋，然後讓那個軍人住，希望那個軍人住死了呢，那個 VA 就納出去那間屋，那你由這個做生意 VA 想騙一些軍人的出發點呢，你就會知道，咦，他如果賣那間屋出租，那就大劑，那怎麼騙他？